百姓孝为先，民以食为天，火的运用从古到今历经很多年，饮食文化历史久远，跨出国门走向世界，如今没界限。把火控制好，草屯喷杂间，村我喜欢可能保持原味鲜，选料广播变化万千，加工不同混食原料超级变变变，美观的造型变化万千，无论红案还是面点，其实用火最关键，成品上桌每人都能看见，吸引眼球勾你食欲，销魂一瞬间，在房在脑爷爷魂飞在九天，只要吃得好就不会现神仙，中国的味道多种多样，东边辣西边酸，南甜北边咸，对没有你的味蕾，用心去做才是中国菜精髓。嗨嗨嗨，上的什么菜，博大精深名扬四海，中国菜菜菜菜，哪个你最爱，满汉全席更添秘方神奇色彩，来来来让你胃口大开，鲜香滑嫩麻辣酥脆，吃过再来，开胃下酒上菜顺序排在第一，注重色香味形气，色彩美丽引人食欲，先入为主影响宴席的大局，作为中国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史悠久风味独特驰名海外，注重技艺，热制冷吃还有冷制冷吃，冷菜制作十分困难十分费事，酱卤拌醉泡呛拌腌冻还有糟，各有各的味，各有各的好，每人都有自己的喜欢，十分高超，真的奇妙，运用神奇的刀工，可把瓜果梨桃雕，每天都要起早，要认真的磨刀，勤奋思考，努力去练，写诗写意，惟妙惟肖，新的构思让你想不到，开阔了眼界，丰富了你的大脑，厨师也要懂艺术，有着艺术的细胞。嗨嗨嗨，上的什么菜，博大精深名扬四海，中国菜菜菜菜，哪个你最爱，满汉全席更添秘方神奇色彩，来来来让你胃口大开，鲜香滑嫩麻辣酥脆，吃过再来，卖卖卖，创下金字招牌，中国菜和龙门阵都不可替代，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时间， Chopstick 春秋在烹饪中体现，古国饮食文化就是一道秘令，口府宴、纯雅宴、文会宴和烧尾宴，中国烹饪发展在日趋成熟，吃东南西北名山和海的五谷杂粮，山珍水鲜，飞禽走兽，果蔬菌藻，圣人入药，以食物为原料，经过烹饪加工制作，具有食疗，神农尝百草，四味属于高，天之第一号，龙肝凤胆药膳佳肴，令你脸若现腮若桃，甜甜花颜越貌，乳酥越窗，灰色米香，我看到中国苍凉的海外，一点一点扩张车，老外总是会想着菜啊，真是个板客，烧串炖炸半宝枪草制作真是烦，五味调和百味香，包容醇厚调和正式的精髓 of 中餐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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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